看这个字哈。为什么要误导部会议主席？迫使开战。警察旁边那个是谁？那个穿族服的那个。在这个现场哦，我昨天也跟你讲过了，好不好？你不是我们部落族人。还没投票哦，不是还没投票的问题，我们已经是开始，这是我们的现场，即使你本来就不能在这个里面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等一下就离开，我先装东西嘛。啊？我等一下就离开了。好。两点之后你就可以离开了啊。嗯，谢谢。不好意思了。不会，没办法，不会。好。Thank you.